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陀渊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1106集，举剑。同样的黄昏，夕阳四斜，金丝楠木制造的豪华马车于淋淋的车轮声里驶入皇宫。林安脸色郁郁地踏着小板凳下来，裹着狐裘大氅，在宦官的带领下进了御书房。正埋头处理公务的永兴帝没好气地说道：司天剑有什么东西值得林安殿下如此留恋啊？没什么好留恋的，就是不想回宫，我睡了一天了。永兴帝抬起头来，放下奏折：朕还等你的消息呢。他答应了。林安言简意赅的回复：朕就知道林安你出马，他断然不会拒绝。永兴帝大笑，林安没有久留，告退离开。永兴帝目送他跨过门槛，沿着台阶走远，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振奋地握了握拳头。答案上厚厚的一叠弹劾许新年的折子。寅时两刻，午门外寒风呼啸，京官们陆陆续续地乘坐马车抵达皇宫，再步行至午门。呼啸的寒风宛如刮骨钢刀，摇曳着城楼上悬挂的灯笼以及路边的石灯，吹得侍卫手中的火把剧烈摇晃。官老爷们裹着厚厚的大氅，戴着防风的帽子，细心的人可以发现，不管品级高低、权力轻重，大家穿的都很朴素。大氅是羊毛材质，帽子是鼠皮制作。京中稍微殷实些的人家也能穿得起这身装扮。京官们态度很明显，大家都是穷人，温饱度日，哪来的银子捐款啊？此时距离朝会还有半个时辰。官员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低声讨论，监管秩序的御史对此睁只眼闭只眼。哎呀，天天朝会，陛下是铁了心要折腾咱们呢。是啊，要不然就捐些银子吧，倒也不算多啊。杨大人糊涂啊，说是只让我们捐三个月的俸禄，实则是陛下虚晃一枪的计策。我只问你，到时候王首府主动提出捐一年俸禄，诸公是响应还是不响应啊？真以为这点捐款就够了？不过是先撬开我等的嘴。这，朱大人言之有理，杨某明白了。此事绝不能松口，就如我们昨日商议的那般，只要是跟紧诸公的步伐，不松口不屈服，陛下最多再磨我们几天。哎，本官两袖清风，现在住的宅子还是租的，京城已经开始缺粮了，我等再捐出俸禄如何度日啊？我等与赵大人一样，都是两袖清风的读书人。哎呀，几位大人，这天寒地冻的，本官身子不适，实在受不住了，不如就按陛下的意思捐吧。这是处在观望状态，内心偏向捐款的官员，身边的官员立刻露出怒容：李大人太糊涂了，各地雪灾不断，缺粮缺炭缺银子，凭我们这点微薄的俸禄如何填充国库啊？李大人只看到眼前，却没有想得更深，诸公们之所以咬紧牙关，实在是开了这个先河，有一便有二，有二便有三，等过阵子陛下缺钱了，再来一次捐款，我等喝西北风吗？如此简单的道理，那庶吉是许新年却看不明白。哪里是看不明白呀、啊、分明是装聋作哑，为讨好陛下罢了。此子自以为是，仗着他堂哥的威风目中无人，近来又傍上首府大人，便有些飘飘然了。嘿，不当仁慈。一个官员狠狠地啐了一口。另一边，
晋升为右都御史的张行英缓步靠向刘宏，低声叹息道：殿下的想法很好，若能号召士大夫阶层捐款，再由各地官府号召乡绅捐款，有了钱粮便可以大大缓解灾情，遏制流民。只要熬过这个冬天，百姓看到了春耕的希望，便不会到处作乱。可惜陛下刚刚登基，声望不够，根基不稳，魏公又已故去，不然与王首府联手必能推动捐款。现在嘛，我们手底下的人也有不满的。怀庆殿下撺掇许二郎上奏，他们这些前卫党起先并不知情，事后几位骨干人员商议，一直认为此计难成，会遭遇极大的阻碍。首先，想从文武百官兜里薅羊毛本身就是一件无比困难的事儿，大家都是元景帝时期过来的人，彼此什么德行能不知道吗？吃拿卡要，敛财无度，大奉国力衰弱至今，真是先帝一人的祸吗？先帝上梁不正，底下的人跟着歪，平时敛财都来不及呢，指望从这些老饕餮身上薅一把羊毛，可想而知阻力有多大。其次，这场几乎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寒灾，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到头呢？这才入冬一个月而已，更冷的时间还没来呢。到时候朝廷依旧没钱，陛下怎么办？又来一次号召捐款吗？最后这本质上还是一场朝堂博弈。皇帝和官员其实属于两个对立的阵营，新君上位就搞这么一出，让文官集团们嗅到了一丝不妙的味道。不管是出于立场还是出于爱财，本能的抵触抵抗。别说永兴帝，元景帝当年上位时这么干一样会遭遇阻力。刘宏看了一眼各自扎堆的交头接耳的众官，或许这个时候怀庆殿下正在冷眼旁观，哪些人是赞同捐款的，哪些人是心里赞同却不敢犯众怒的，哪些人是吝啬到不肯吐一文钱的。张行英恍然，他知道此计不可行，他皱了皱眉，这样的话岂不是害了许辞旧？刘宏笑道，哈哈，不至于，他有王首府撑腰，顶多是坐几年冷板凳。张行英点点头，叹息了一声，哎，本官还是希望能把此事做成，国库实在没银子了，现在流民到处作乱，已经有了江山大乱的苗头，不及早掐灭，迟早大乱。刘宏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笑意，这时远处一阵骚动吸引了两人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